阿母这里刚刚离开，我说对不了你乡人世界的扩建，来安
来，来人啊，摆个高金龟。提着朝天鹅，高射金丸不点娘子。
今日讲平安。既归国王，不良谢国王。李兴，你虽该万岁，不该在后宫之内扰乱。今天我定无了你性命。国王啊，我并非来翻差做错，这一切事情是我非是故。念在后宫的所在，你所眼观看到的物件，并非你所想、啊。你在后宫衣衫不整，也并非我看见的如此事实。那你我问你，你无穿衣服在后宫做甚物？绣花吗？天气炎热，烫一件衫，予自己的身体凉爽。国王，我知影这有失大统，后摆我袂搁再做了。三言两语，想要来当阮世界原本初心？你以为国王有这个简单受你欺骗，是不是？你信啊，你信！今天你若无信，恐惊啊，阮小刀不能平息了你了。国王，你现在是要做什么呢？要爱你性命？哦，要爱我死吗？国王啊，你爱知影呢？当初之时，你登基大典，是我替你了结国政。你可见知，迄功劳簿卷顶头一公写着什么？写什么？李兴记头一公，日后若是做下犯差做错做错之事，属于免死无罪。功劳簿上有记载，是啊，也是太祖的物，是国王你自己所来记下的哦。有功该受，有罪该定。功劳簿上记你头一项，曾经为我过江山，普得太祖上梁后，登基大宝。你有功，无代表会当保你一世人。也毋过，今天我当了你免死，予你将功赎罪。王进林家庄为我娶一个女人，名叫碧玫瑰。我明知，伊现在在张家镇所在。假使讲你若将他娶回，无论用什款的方法，你才当将功抵罪，就无啥，我定杀你性命来人哦！嘿，报！